好啊，我哋仍然系从基督角度嚟讲啊。基督角度系神把我哋从罪恶里救出嚟，进入神与我哋同在嘅地方。为咗达到呢个目的咧，我哋系有知错、改正、跟从、恢复同埋建造嘅过程。好感恩，今日我哋讲到102讲啊。啊，今日个话题好得意嘅，基督徒要小心。点解咧？末世。在24章，我之前讲了的21章，就是你已经耶稣上耶路撒冷，耶稣的服侍当中其实有三个阶段，就是耶稣和出来传道之前，耶稣传道的前期。你要发觉到耶稣，如果你要耶稣的传道3年半，你要发觉到耶稣集中3年在哪里？集中3年都在加利利，拿撒勒加利利，在以色列的北方啊。所以到后期最后6个月，即是说马太福音21章开始，耶稣基督正南下， 在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。所以拉埋这几章很重要的是来到圣殿的时候讲出圣殿的问题，是讲出指出一些圣经的误解，再指出一些成误解的教导。24章开始呢就讲紧末世啊，因为我知道这个时间很多人喜欢讲末世的话题，我就没讲这样东西。我要讲马太福音跟大家讲的，你以怎样的角度去看末世，你以怎样的角度去看耶稣基督再来，你以什么角度正确圣经的教导去看审判啊。所以我们就看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24章，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，门徒正传来把庙儿指给他看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看见这庙儿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耶稣在艰难山坐着，门徒暗暗来说，请讲给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异兆？我们先低头，我们祈祷。亲爱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来的日子非常之近，因为要应验的东西已经很多兑现了，整个世界的局势是按照启示录的局势去发展的。所以基督徒应该惊醒，在这个末世当中谨慎自守，做应该做的事。主啊，我们知道外面有很多不是按照圣经来解的讲道，让我们心偏离将焦点放在不是重点上。求你圣灵启示，求你圣灵带领，求你圣灵光照，让我们重新知道应该以什么角度去分辨这些事件，让我们可以惊醒个人。主帮助我们今日的信息，求你施恩怜悯，无论讲的听的都要你的恩膏能够分别有智慧，明白你的心意，荣耀归子。我们以此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很多基督徒是很紧张要知道耶稣基督几时来，包括当时的门徒都是一样的。你看当耶稣坐低的时候，之后耶稣和门徒的时候，门徒暗暗的，马太福音小心暗暗之下静鸡鸡，门徒静鸡鸡来问耶稣，好秘密啊，静鸡鸡。 OK， 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人之常情，是怎么问啊？什么时候？不过门徒比目前现在的基督徒更加聪明啊！为什么呢？他不是只是问什么时候，他同问呢有什么异兆，异兆什么呢？是发生什么事？但是很多基督徒就忽略了耶稣的回答。耶稣是怎样答啊？耶稣说，我都不知道，只有谁知道？只有上帝知道。 OK， 但是很多基督徒很奇怪的，耶稣说得这么清楚，没人要知道的时间，
其实为什么耶稣这样答呢？耶稣从来不会基督徒去注意几时。耶稣慢慢的这几章讲很多什么？讲很多要发生什么事。即是我来之前，审判之前要发生什么事。所以基督徒应该将我的焦点，将我的思想放在圣经讲要发生的事。不是在这里花尽心机要知道几时。大家捉到那个原则啊！这个经文对你说什么？耶稣出了圣殿就把圣殿指给门徒使。耶稣不是在圣殿里面指圣殿给门徒使，耶稣是出了去指给你。正如什么呢？正如如果耶稣来到我们迦南堂，耶稣不是入在迦南堂指迦南堂给我们看，耶稣是出了迦南堂指这个迦南堂给我们看。第二，指了之后说什么呢？很重要啊，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。哇，门徒就很聪明啊，门徒一听到的时候，哇，好大祸咁样。哇，差唔多咩？差唔多扑街破产嘅意思啊。哇，要扑街要破产啊，大祸咯。所以门徒就静机机问咧，几时？同埋有咩嘢异兆？即系有咩嘢？即系我哋睇得到嘅现象，让我哋知道呢件事近嘅。所以其实这个是什么？其实这里跟我讲了一个真理，那个真理就是耶稣离开了，一切像拆毁。是什么意思？耶稣离开了圣殿，圣殿就要被拆了。但是被拆的时候呢是有异兆的。其实如果你真心研究圣经，很多东西你看到的，一国家将亡必出妖孽，这个是谁说的？孟子的《春秋》，孟子讲的。其实真的，一个人要赚钱，一间公司要冧，一个国家要兴，其实都有异兆啊！如果你识睇啦，啊，圣真言都讲咗好多嘢嘅话，上帝要咩？系上帝要使佢灭亡，先使佢疯狂。呢句话都系真言啦。一个人骄傲疯癫的时候就来灭亡不远的了。所以那些很有经验的人，那些老江湖的人，那些资深基督徒其实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。所以这里很简单讲三样东西。耶稣离开了，一切将拆毁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迦南堂耶稣还在这里，感恩这个教会还在这里，但如果耶稣出了这个教会的门，不幸运了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教会将会拆毁。但是这个教会由高峰到下坡的时候，外面的人看得很清楚的。一个人要败坏，外面的人看得清不清楚？看得很清楚的。如果我真的很努力很成功的减肥，我由肥瘦慢慢瘦，你看不看得到？看得到的。所以不是看不到的东西，看得到的。但是一个重点问我，今天说末世啊，说教会败坏嘛。当教会败坏的时候，当一个人基督徒的生命开始坏的时候，我想问大家，你懂看吗？你懂看吗？其实很多人做人不懂看人，但是很多不懂看人，不懂分别人的人，啊，他是个好人，他不错的。哇，你不懂看，你说他好，我可不可以相信你先？一个不懂分别的人，一个不懂看人的人去介绍给你的人，你要不要小心？你有没有？啊，你自己都不懂分，你被人家骗就好啊，你介绍那个老千给我认识，骗埋我， OK？ 你发你了。所以大家弟兄姊妹，你想想清楚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去连人中的和奸的，人和鬼都不懂分，之后你跟你朋友说你信耶稣了，信耶稣真的好，你觉得你朋友会信吗？
你朋友諗啦，你人同鬼都唔識分啊，邊個幫你，邊個害你，你都唔清楚。你叫我信耶穌，究竟係信耶穌定信鬼啊？因為你唔識分啊嘛，我點知你嘅耶穌係咪鬼嚟噶？你可以咁樣諗嘅喎，冇錯啊，咁樣諗你冇。因為如果基督徒冇呢啲聰明智慧，唔識睇，唔識分，連夜都唔識分，一個敗壞唔識分，你點樣發出憲問？好多人，好多人好中意嚟問我嘢，因為唔係我成日馬後炮啊，其實我唔中意講馬後炮嘅嘢。點解咧？其實馬後炮冇意思噶，已經發生咗。總同你講啦，唔好咁樣揸車，你撞咗啦，撞咗冇意思噶嘛，係撞咗你講冇意思噶嘛。是他未撞之前，所以我就跟我兒子說，看到有些事是錯，兒子你不可以這樣駕，兒子你這個彎你不要這樣，為什麼呢？你這樣要發生車禍，他撞了我不說了，我兒子就說，明白沒？明白沒？所以我兒子到今天，雖然他的成就比我更加好，但是他很多重要的決定都回來問我，因為他知道他這個老爸不是馬後炮，他將個事情看得很清楚。今天仍然有其他教會的領袖來約我飲茶傾啲嘢，為什麼呢？他們對我的評議都有一個很中肯的評議，就是我看嘢看得透，我看人看得比較清。其實為什麼呢？其實是聖經教的。因為耶穌是希望你慢慢在福音書裡面，耶穌講很多教導是教你們怎樣看看人、看事、看物。耶穌沒說過嗎？哇，我差你們去兒童羊入狼群，是不是跟你講緊看人，講緊事件，講緊危險？耶穌說你們做世上之光，你們做世上鹽，講緊什麼？講緊應該怎樣，你們要小心，有些人好像什麼披起羊皮的狼、okay? 叫你們小心。所以耶穌的教導其實是很多是叫我們分辨、okay? 分辨，你懂分，你懂看咯，看很重要、啊、所以一開始這段經文裡面，耶穌一離開了這個聖殿的時候，耶穌跟基督徒說，基督徒你要小心。小心什麼、啊？耶穌離開賊位就來了。很多基督徒很驕傲啊，很慘的時候來到教會，教會幫了他，耶穌幫了他，求耶穌啊，耶穌啊，耶穌幫了他之後呢，之後他就又無又翼啦，識飛啦，就離開教會，離開耶穌啦。離開之後大家沒有小心，經文咁樣講嘅，有啲人耶穌求耶穌醫之後，耶穌幫佢醫咗咯，但係佢唔會信耶穌嘅喎。嗰、那個經文最後一句話咁樣講話，那人的日子更加不好。誒、哎，弟兄姊妹，你要小心。第八，如果你要幫你朋友嘅時候，你都同佢講一樣嘢，我哋先講先。啊，先小人好君子。其實我對好多個案，讲咧，如果你要求一啲超自然耶稣嘅能力咧，就我同你讲，你要小心啊！你领受咗，你离开耶稣，你要更加惨噶。喺我个案，我其实都讲过，我有三个失败嘅个案，就系、是、曾经领受过耶稣超自然嘅能力，耶稣帮咗佢解决嘅问题，但系佢唔去最后选择离开耶稣嘅时候。那個人三個人的後果都很慘啊！同你講啊，所以信耶穌、求耶穌老嘢小心啲啊！因為呢度講到清楚，你可以解決問題，你可以越嚟越好，係因為你喺耶穌基督裏邊，你信耶穌，你同耶穌有關係，耶穌嘅祝福導致你嘅，好似一趟船，人好似一趟船，耶穌好似嗰個海水。游水的船浮不浮啊？浮咯，但是那个船离开水，请问那条船怎样游啊？吓、啊，唔好行嘅，因为那条船冇开水啊，唔识浮啊嘛，系点样行？
基督徒和耶稣的关系就是这样，记得耶稣离开了，拆毁就来了。第二要拆到怎样啊？耶稣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要拆得干干净净啊，除非你回头。我曾经都帮过很多离开耶稣十几年，做过啊，上一次我同我太太，我冇我太太冇啊，我去啫，啊，去参加一个一个弟兄嘅取心铺。其实呢个人就系咁样啊，呢个人啊读书嘅时候佢考 SDBM 啊，佢好冇信心，但系佢读嘅学堂咧系基督教学堂嚟啊，所以佢知道耶稣，所以佢求过耶稣啊，如果耶稣你神迹帮我。我这个考试考得好，我就信靠你啦。不过这个人好搞笑啊，这个人祈的时候就祈咯，啊，之后成功了，成功了之后他成绩好好，找到好的工，之后发一达，之后忘记了耶稣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约伯记有这句话，赏赐是上帝，收取也是上帝，一切都是上帝。他就经历在人生59岁，上帝将他所有东西拿回来，但是他再去回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求神原谅的时候，即是今年他们取心铺的时候，上帝就将所有拿回来给回来。其实这句话都有一个人讲过的，大家都很熟，一个马华的，曾经前马华的主席陈勤川啊，陈勤川，陈勤川喺明月湾新加坡监房入边咧，佢说咗一句嘢讲咗噶，佢知道今日落到咁样系因为佢离开神，佢一切系读书嘅早惨啊，卖包好辛苦，神一路祝福佢，一路飞黄腾达，但系最有钱嘅时候，佢忘记咗上帝，有权有势嘅时候，忘记咗上帝。但是在明月湾坐监的时候，他想到他自己的问题，他回转过来向神原谅，神原谅他，神就给了经文他，蝗虫所食的我补还给你，这句话很重要，补嘛，即是你吃多少万我给回你，再补你，其实是补一样，不是，上帝是双倍给回他。我听过他的见证，他很清楚讲过数目，到最尾他那里讲的时候，神真的在那个损失的金钱上的数目上，神是比他双倍。所以这么多的人讲故事跟你讲了什么，当你离开耶稣离开就拆到你了，要拆得干干净净，马华会长没了，又乾玉聖母在新加坡坐監，去那些麒麟機構、麒麟基金、馬華基金冇曬啦，乜都冇曬啦，係諗住你好有錢嘛，乾乾淨淨啦。所以弟兄姊妹小心嚇，所以我成日問到清楚，你信耶穌好好信，你好好信住佢，你一定係。一路天天有福有福啊！神要祝福你，神要保守你，你凡事都你唔好好惨啊！喺你最惨嘅时候，神一定带你可以大步揽过。第三个最重要啊，你哋要识睇呢啲异兆，点解咧？好似我咁样，好多时候我同你都一样，我都要软弱。做咩我唔敢咧？因为睇得多嘛，睇得多你就唔敢噶啦。哇，好真噶耶稣！呢度人嚟大起大落，呢度人嚟啊！一离开，哇！啲问题一翻嚟又祝福满满，睇得多你又知道佢系真嘅。所以重要系保守你嘅心，唔要离开耶稣咧，唔要濑嘢。最紧要你系识睇，识睇好安全啊！我相信冇一个人明知佢呃你，你要俾佢呃啊！你会唔会噶？你明知佢傻啊，你跟住佢傻，有乜乜人啊？弟兄姊妹有冇咁样啊？又话举下手俾我知道吓，明知佢呃你，你好好心喎，你愿意俾佢呃，有冇咩人啊？所以我发觉到一个问题咩？一个识分辨嘅人，一个识睇嘅人咧，佢俾人哋呃，俾人哋误导，
的巴仙數很低，只要你不識分，你以為我用的話，你以為他幫你，他以為是好人，他以為你這樣做是可以幫到你，你不知道嘛。不過原來這個以為是害你的。識分識睇很重要，所以基督徒要知道，基督徒離開了耶穌，祝福就沒有了。所以我跟很多要信，我每次你要信耶穌的時候，我一定跟你講這句話，你要信就好好信，你想清楚先，你想清楚一點先，因為你不是，我們不是信一時三刻，因為一信就永遠，因為關係，因為他是神，你不要跟他搞笑。其實你不信沒什麼嘛，神沒什麼損失，你又不要雙重打擊。當你信的時候，你好小心，好好信，想清楚正信，因為是跟生死和福關係。我們基督教的信仰是講四個字，生死和福，是關乎生死。我不是講好，很多人誤解了基督徒，信耶穌好好的，好好道德的，好好人，好好的，很有愛心的，其實不是重點，這些全部副作用。我們基督教強調的是你信耶穌是關乎生死和福，我們追求的是永生之道。我們在世上的時候很明顯地看到，沒得否認啊，很多很多非信徒，就算你佛教徒都知道，當他都搞不定的時候，他們有一個很奇怪的建議，很奇怪，那些拜神開廟祝的，那些食經諗齋的，到最後看到個親戚說什麼都搞不定的時候，他就殺了一句話，你找一間教會找個牧師，耶穌應該幫到你。很奇怪的，要殺出這樣的話，他不信耶穌，但他知道耶穌搞得定，你明白嗎？證明什麼？證明那些人 在社會上看到這麼多，他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，那個事實就是信耶穌，耶穌要祝福你。最加難搞的，搞不定的，就是找耶穌。證明什麼？真是祝福的，但是他們沒想到一件事，如果信了耶穌，祝福了，有無有翼了，你又飛了，你又小心，因為離開耶穌就離開祝福。因為信耶穌是求什麼？求永生，求祝福。經文繼續說，耶穌回答說，你們要謹慎，免得有人微忘你。耶穌沒有時間，沒有，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字，說我是基督，並且要迷惑很多人。你們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，總不要驚慌，因為這些事必須有的，就是末期和未到。大家看看，末兩個東西，我們經常問末世，但耶穌說末期，其實現在說末世末期，你要小心啊！耶穌基督死了升天的時候已經是末世，末期是什麼？耶穌最近那一兩百年耶穌要來的時候叫末期，末期啊，用一兩百年來說啊。OK， 耶穌提了一件事，什麼？要謹慎，免得有人迷惑我們。耶穌這樣說的時候是什麼意思啊？為什麼基督徒要學識分辨？為什麼基督徒要學識？因為耶穌很清楚跟你說的，信耶穌的人很危險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很多人要騙基督徒，因為世上真的有很多鬼，那些鬼真的知道你信了耶穌，他搞你不行，他搞你不行呢，好像什麼？好像西遊記，我經常說，記得西遊記孫悟空三打白骨精，孫悟空要出去找東西吃嘛，但又擔心他師父，又看到一條蠢到豬的豬八戒，一個雷到死的沙僧，之後耶穌畫了個金剛圈，叫你不要走出去，白骨精來了，入不到去，怎樣搞？就騙了。魔鬼都一樣，當基督徒在耶穌信在耶穌入面的時候，耶穌祝福基督徒的時候，那些鬼就做不到事了，但是他可以做什麼？就好像這些白骨精一樣，
一路氹你出去咯，系咪氹你出去啊？哇，扮靓女又好，扮靓嫂又好，扮老人家又好，讲一大堆嘢咩嘢，叫你走出去。我冇呃你啊，特别喺中心嘅时候，我都好惊讶啊。有一个人肥过我，撇过我，讲话一嚿嚿啊，吓呢啲人又老婆走咗佬。即是做的老婆都衰啊，叫做系。我想问你，有冇人爱啊？呢啲人好神奇喎！你咩叫神奇？哇！喺嚟中心嘅时候系唔信耶稣啊，到喺耶稣帮咗佢之后，佢信咗耶稣，佢讲咗一句：我一生一世要跟从耶稣。话三个月之后咧，好神嘅嘢发生啦！突然间有个女仔好靓嘅，坐到拗忽嚟揾佢做工，讲好中意佢。你自己 有很多生意，我生意交给你做，啊，即是一个条件而已，啊，因为我工作一礼拜都要做，你不要回再回你教会了，之前去很惨，差点走佬的时候，这些人没出现，但他一信开耶稣，他一讲的时候，一个咁样嘅人出现，我成日谂啊，咁大只金乸随街跳嘅吓，咁样跳下跳下，你知唔知道我喺中心嘅时候陪呢啲嘢嘅时候，真系睇到满地金乸嘅啫？点解咧？一条咁样嘅肥佬，一咁撇，啲女仔咁靓，又咁有钱，哇！拣佢，卒之咩？俾到7000蚊，嗰阵时系2008年啊，7000蚊薪水。俾到拗忽去揸，你话佢去唔去？去唔去教会啊？佢同去唔去教会啊？你梗系唔去教会啦，梗要揸落拗忽要7000蚊，有一个貌美如花嘅情人。但系冇几耐咧，应该系隔三年啊，我又听到个消息，个女仔走咗，系搞咗好多事，即系搞自杀。诶，唔系一个咁样嘅人喎。好多咁样嘅事件，好神奇喎！啲人一信开耶稣啊，一个立志我教会服侍，我要忠心帮紧多个人，我将我见证同人哋讲嘅时候，哇！好多好奇怪嘅 offer 出现啊，一啲好奇怪嘅工啦，有啲石头揾上门啦，我最觉得神奇嗰啲。我哋嗰陣時2002年啊，我哋睇到越南人好窮啊，有一個我最覺得神奇啊，矮個好矮嘅佢啊，咁又唔喺度咯，你諗下啦，嗱，好似我哋 Thomas 咁大隻啦，咁矮嘅啫，之後咧滿面咧巢皮，哇，戴副眼鏡好厚，你睇個樣就知道唔好睇噶啦嚇，居然有一個越南華僑越南人啊，啊，唔係嗰啲唔好嘅地方嘅越南妹啊。他爸是帮Sunway集团合作开酒店，听清楚，有钱女嚟啊，越南人，同Sunway集团在何志明啊，同埋河内越南总共开4间酒店，几有钱啊，老女仔，好有钱啊！点解我知道有钱呢？因为嚟我中心嘅时候系坐博士啊，博士911 ，OK， 我都傻啊！黄色的一辆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喜欢黄色，通常女人应该喜欢红色，是坐黄色的，坐一辆波子911 Porsche， 你知不知道当时我借那辆车卖的女人100多万马币，喜欢这条肥仔，真是神奇，很高啊，有5尺8寸，高高瘦瘦，很白的，华侨来的，潮州人来的，越南原来很多潮州人，潮州华侨喜歡到死喎！哇，叫佢啊，叫佢爸俾請佢去翻越南嘴，去幫佢哋合作公司入邊做打呢人做經理喎。你話嗰條肥仔有冇興趣啊？大學都未有，都冇分派成績都冇喎，係中意佢啊，黐埋一齊啊，連隨咩啊？有反應啊！到最尾呢條肥仔好慘啊！呢條肥仔到最尾咧係咩啊？吸废气啊，开塞嘅车嗰啲 gas 流翻入嚟，吸废气死啊！咁一个女仔离开佢，咁多嘅事件让我睇到咩？又迷惘，
好多人嚟冒充耶稣嘅名，好多人你认为佢好人，好多人扮到嚟拯救你。其实嗰啲人嘅心嚟拯救你啊，好靓啊，好好条件。我成日谂噶嘛，佢之前充文你嘅时候，啲人去边度啊？但点解信咧？耶稣啲人出现噶，好神奇啊！耶稣讲咗系必须有啊，系必须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自己谂翻你嘅人生。当你想服侍神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多这些东西出现呢？包括我自己我都经历过，当我们基督徒一想要服侍神的时候，就很多这些很奇怪的 offer 出现了，高薪啦，靓女啦，哇，很神奇啊，我都好神奇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基督徒小心被人骗，基督徒要小心，好多人自称基督啊，好多人自称佢好熟圣经啊，好多人自称佢嚟帮你啊。你不断俾你呃嘅时候，唔代表耶稣嘅时间到啊，唔代表。你冇谂住人哋呃你一次之后唔会再呃你傻啲咯，你一日未死啊，路千都系存在啊。所以我同我太太嗰日去，我嗰太啊，上個禮拜我太太生日啊，生日我哋去 IKEA 撞到一個教會嘅領袖，佢同我講一樣嘢，佢買嗰啲 coin 真噶 ，Bitcoin 啊，合法噶，都可以俾人哋呃噶啫喎，哇，點樣俾人呃？佢我嗰啲程序手法，佢有一個 agent 噶嘛。他有一個人 send 個 email 嚟，佢冇睇流啊！呢、這個名上高多咗一個 A 假嘅，啊，同佢 email 對話嘅啫，就有本事啊破咗佢密碼，將佢嗰啲 Bitcoin 攞曬。你講咁樣就唔見咗廿幾千啦，一個 email 佢報碼單之後冇得 show 啊！你今日由頭到尾都唔識知道邊個嚟嘅呢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佢讲佢因到呢件事去祭文嘅时候啊，佢同我讲一个更加可怕嘅事件，就系、是、我哋成日拎电话睇 YouTube 嘅，吓、啊，佢讲咧系教会有人咧睇 YouTube 睇地下，要 download 到一啲 app 嘅啫嘛，之后咧你啲银行密码乜嘢俾你偷咗啦，之后咧就转晒你啲镭，几恐怖啊！以前講小心唔好亂咁撳 app 啊，嗰啲message唔好亂咁撳啊。而家唔使啊，你用電話睇 YouTube， 冇些 YouTube 嚟到賴嘢。所以講咧，佢哋點樣做啊？一哥林波好多人咁樣做啊，買多一個電話，你冇辦法啊，轉送啊。呢個電話咩都唔會放，淨係 download 你嘅銀行嘅嘢啫。即係呢個電話咧，冇 Facebook 嘅，冇 WhatsApp 嘅，乜都冇啊。之後你轉了數就刪了電話去，不開就沒事了 ，OK？ 嚇、啊，因為而家啲人咁樣啊，帶兩個電話，一個電話是刪住嘅，我銀行過數的時候正開嘅，啊，所以幾危險啊！這個時代，諗一諗啊，弟兄姊妹，你要俾人哋呃過嘛？我成日俾人哋呃啊，以前你冇。所以呃得多啊！我正識分別路千嘅啫喎。啊，我幾歲啊？我同我講我八歲喺巴薩，見到好多人。你知當時喺八十幾年啊，我接觸第一個呃人嘅地方就叫巴薩。巴薩好多啊，咩啊？各式各種人啊！有啲人為咗生活嚟呃菜、呃豬肉、呃錢，咩都有啊。同埋啲賣嘢呃人嘅。啊！所以我八歲就喺巴薩我媽就放我去巴薩入邊幫人哋賣豬肉啊，半工半讀。你慘八歲，仲話讀二年級，就要好早起身，四五歲起身去巴薩幫人哋賣豬肉嚟咁樣過生活。所以過後咧就去咗雜貨鋪，雜貨鋪然後好多人走嚟。又講好多嘢啊，忘記帶女啦，你俾咗我先啦，之後唔見咗噶啦，冇翻嚟啦，我好蠢啊，又俾人呃過，哇，葱頭仔都要呃葱頭仔呃糖啊，真係好奇怪，蘇打餅都同佢呃，哇，
最慣的了，哎呀，我忘記帶 Lily 了，我拿了錢就回來給你，等我叫我兒子給你。之後我說了之後，跟我侍手說，你真是蠢啊，你叫他拿 Lily 回來，你拿回來就行了，做什麼一定要給他先、okay? 慢慢長大讀書都經過很多被人欺騙，所以在活在世上被人欺騙是正常的經歷的所以基督徒要小心，小心什么？基督徒不会什么你都信，不要那么单纯、啊、基督徒，因为要提防，是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、啊、耶稣叫你们防、啊、耶稣叫你学识、啊、你学不识的时候你就被人欺基督徒要学识分辨基督，即是说圣经的教导你要去，你要去学识，做什么要读经，做什么要祈祷，做什么你自己要经历耶稣。如果你自己不经历耶稣，全部人跟你说我就是耶稣，你怎知道？你怎知道？可能我说你跟我聊一下啦，基督徒都这样经历啊，为什么今晚你睡觉哎呦，天氣好熱，你瞓唔著。突然間，你牆頭有個白影出現，佢同你講：我就係耶穌，你要聽我講。咁你信唔信佢耶穌啫？有咁樣基督徒經歷啊，亦都有假噶。啊，你講哦，白光喎、啊，一定係耶穌喎、啊、，sorry 咯。我以前喺。在十八丁的時候，我一個年輕人經咁樣經歷，不過我好彩嗰日之前我教咗佢啦。你馬上要講句話，奉耶穌嘅名問你，耶穌係咪上帝嘅仔？你咁樣問你，話佢發脾氣喎。我耶穌喎，做乜你咁問我嘢？佢秒答嘅，兜東兜西。OK， 你冇諗住白影就係耶穌啊？你點知？你點知？你見過耶穌啊？你跟耶稣很熟啊？啊，他晓在你梦中，他晓给你看到的东西，但你小心，不一定是，除非你很熟圣经，连圣经，这个问题是圣经教我这么问的嘛。耶稣，是说他真的耶稣晓答你，耶稣自己晓证明自己是耶稣啊，那些不敢证明他的，你小心，就算看到个白影，看到个白光，或者一個人，人同嗰家越容易分咯。如果佢耶穌傻啊，耶穌再嚟審判喎，冇喺度審判啊我。OK， 你講你係耶穌，肯定呃我。但係白光嗰啲最奸啊，喺你夢中點啊？瞓緊覺喎，喺你夢中同你講話，你冇諗住冇喎，有啊，弟兄姊妹。事情發生唔代表時間到，亦即係話。基督徒在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的时段，教会和基督徒，我们不断要小心被人骗，不断有人扮耶稣，可能是人，可能是在你梦中，可能你见到的异象、啊、因为耶稣都有说过，少有神迹啊，要行神迹就是耶稣啊，哈哈哈，小心啊，弟兄姊妹。基督徒没有学识看异兆，被骗的几率会很高。所以你经常看到新闻啊，有个 UD 我好像没send group啊，我有一个另外教会的，左一间教会的领袖去send个 UD 给我。你知不知道截至到今年六月，在 警察局的记录里面呢，已经有过亿宗案报，已经离不过这些报在马拉的被人骗，很多骗局，过亿啊，过亿啊，可以想象吗？我们马来西亚最新的六月的 人口调查，整个马来西亚剩3400万人，但是投诉被人骗的報告呢種咁樣嘅事件咧，報案啊，有報案，冇報案唔知啊，過億，即係平均一個人咧，俾人呃咗3000。
平均每個人咩？你而家講三次，我哋先啊！你報過馬丹人未啊？所以你知道呢個市場幾恐怖，恐唔恐怖啊？弟兄姊妹，好恐怖啊！所以而家開始啊，你學識一樣嘢啊，牧師教你一樣嘢。總之你而家陣開始，你要有一個習慣，你愛過數俾呢人嚟。之前你最好騎下土。你又俾女人哋，或者你去銀行攞女，或者你愛喺電話啊過數俾人哋之前咧，你最一個習慣騎下肚。如果你騎咗肚咧，如果係老千咧，我相信耶穌會提醒你，老千嚟噶，小心。耶穌提醒你，大家唔好講笑，係因為 send 呢個咩識人咧，佢同我講呢個經歷，佢講佢好好彩，因為佢係做 CCTV 嘅，啊一個丹尼。差不多同名，差一個字嘅啫，爭啲啊，爭啲！哎，個號碼做咩一樣嘅銀行？哦，我換咗新號啦，新開咗新户口。佢想撳我話，不過有一個習慣騎到，我係騎到，因為佢都累收唔夠啦，佢知累分配個數應唔應該，陣間影響拉尾喎，所以咁樣騎到。一騎到嘅時候，神俾佢智慧，顯示嗰個老千，叫佢打電話俾呢個人。一大冇啊！我公司我哋冇帮你追女啊！我哋知道大家辛苦啊，所以我哋冇追你啊！吓，边个嚟噶呢个？哇，争啲揿啦，争啲揿噶啦，一揿就大剂啦！所以咧，佢就去研究，就发觉到咧咁样嘅事件好多。领姊妹真噶，学下啦！呢个习惯应该学噶。你将你俾女俾人，或者你过数俾人，早你祈祷下先，神要保守你啊！又知道耶稣系真噶。七節開始講啦，民要攻打民，國要攻打國，到處必有饑荒、地震，這都係災難嘅起頭。那時人要將你欠在患難裏，又要殺害你哋，你哋要為我耶穌嘅名為萬民獻惡。耶穌同我哋講咗個事實，喺呢個末期嘅時代入邊咧，打仗、饑荒、地震成日有啊。正話震啊，日本。啊！台灣正震啦，我都好驚啊！5.4好彩，因為我仔喺台灣。有冇打仗啊？烏克蘭同俄羅斯都未打完咯。嗱，伊朗同以色列又係打咯。有冇饑荒啊？開始旱啊！你發到冇？係講你講咩嘢？這都是災難嘅起頭。即係耶穌要嚟，好近咗啊！係呢一兩百年入邊啫。但是你大家小心啊！攬佢呢句話正重要。信耶穌嘅人啊，俾萬民恨嬲啊，好得人嬲啊！基督徒，基督徒唔好得人錫噶，做咩咁得人嬲咧？啊，其實係講緊咩咧？諗一下，點解基督徒俾萬惡恨惡咧、嬲咧？係因為你知咩叫戰爭啊？做咩要有戰爭？戰爭就係政治最後嘅手段。即是说两个利益集团去傾唔掂，到最尾咪打咯。讲利益啊，咩叫饥荒咧？饥荒就失收嘛，营底出产嘅变咗唔够，饥荒就冇得再生产咯，唔够食咯，嘢唔够咯，钱唔够咯。咩叫地震啊？地震就系人同环境出现问题啦。呢三样嘢如果系共同点嘅话，咩啊？系利益受损失。所以你將呢句嘢同呢句話拎埋一齊，點解俾萬民恨惡啊？你知唔知呢個世界嘅人啊？當佢嘅利益受損失嘅時候，去揾邊個填啊？即係我蝕本咗，我想搶邊個嘅錢嚟填呢個窿咧？佢好中意揾基督徒喎。點解咧？因為你真係基督徒啊，神要保守你嘅啫。其實行情唔好啊。其實你聽好多人見證啦，真正嘅基督徒喺行情唔好正發達嘅啫喎，因為神要保守佢啊嘛，全部死嚟你唔死嘅，到最尾你咪得人嬲咯，嗰啲蝕本嘅咪好嬲你啦。每一次股災，每一次發生股災，都有基督徒出嚟做見證，神俾嘅智慧，股災之前賣曬，股災之後賣翻，賺係咪賺到少？啊！起界嘅時候賣曬，利浪嘅時候賣翻，你係咪賺大錢？
即證明咩？神掌管一切，做咩你冇啊？你唔係好虔誠啊？所以咧，到任何利益衝突嘅時候，非基督徒係睺住基督徒嘅錢眼。大家你冇諗住一路反對搞教會咩？其實反對教會嘅人咧係睺住教會嗰啲錢，因為馬來西亞百幾年咗，大家都發覺到普遍上馬來西亞教會都好有錢啊。好多美加出噶，美加出嚟扣好多錢啊！就好多人釘住嘅啫喎，諗計仔點樣食曬呢啲錢嘅啫喎。所以基督徒好陰功啊，真係。末世嘅異兆係乜嘢咧？不能夠避免嘅衝突。大家記得，反對基督教從來都唔係因著信仰嘅原因啊，反對基督教。從來都是利益問題，人與人之間做乜咁嬲你呢？其實你諗清楚啲，當中係咪有利益問題？做咩父子反目成仇咧？做咩兩公婆喺度嘈交咧？做乜仔同老豆喺度嘈咧？其實你諗清楚啲，諗清楚啲去研究細節，係同利益有關係啊！不可避免的衝突。第二，這些衝突可不可以閃的？會，必會發生的危機。所以基督徒，為什麼你成日在基督裡？你需要耶穌的保守，你需要耶穌的賜福。第三，這個東西是打壓信徒的方針。其實亦都係上帝對基督徒嘅考驗啊！有啲嘢你認為可以唔使做啊？大家有冇諗過啊？啊！基督徒唔熱心傳福音，你嘅虧欠會成為你危機。你知講咩話？因為如果基督徒係少數，唔好講呢樣先啦。我想問你啊，如果你係住喺真光南區，真光南區？大概啦，大概估計有兩千家人，兩千差人都好窮，得你好有錢。你聽咗啊？你條村所有人好窮，得你好有錢。我想問你，當中有個人好等錢使，佢想佢搞唔掂咗，佢想偷錢，請問去邊個屋企？有錢佬屋企啊？個有錢佬係基督徒嘛？佢唔係你屋企，去邊個屋企？當一個人佢仔病咗，佢好需要錢去睇醫生，佢拎把刀要搶錢，去搶邊個？有錢佬咯。你問我問題啊？基督徒蒙咗上帝嘅祝福，你唔會祝福人哋，得你有錢，得你蒙福，你嘅親朋戚友好慘。我想問你出事嘅時候揾邊個？愛錢嘅時候揾邊個？唔通揾黑衣啊？揾你咯，你問我問題咯。所以點解末世末期嘅時候，基督徒受逼迫咧？大家冇諗住基督徒無辜，大家冇諗住無辜嘅啫喎，神係公義嘅，係因為你嘅虧欠，你唔將呢啲福分，你唔幫嗰啲人要更加有錢，你唔幫嗰啲人去解決嘅問題，你唔幫嗰啲人要更加蒙福。請問佢出事嘅時候揾邊個？揾你咯，揾邊個？所以嗰啲人揾上基督徒係咪神嘅不公義？唔係，係你嘅虧欠。弟兄姊妹，你有諗過呢個問題喎？你唔好諗住我亂咁講啊嚇！你睇小先知書嘅時候，上帝成日降罪降禍俾以色列人，講咩？因為你哋冇照顧孤兒寡婦嗰啲弱勢群咧，嗰啲我哋有外勞啦，冇照顧外勞，你哋蝦人哋，所以上帝就審判你哋。最後呢啲窮人造謠搶你嘅嘢，所以以色列滅國呢個係好大嘅原因嚟。如果前面有一個版歷史同我哋講有咁樣嘅版本，教會會唔會啊？會。大家唔好覺得啊，印尼嘅教會有時好無辜，唔係印尼排華幾次好中意搶教會嘅。
點解？因為好多時候教會神祝福佢咁有錢，佢冇顧念嗰啲窮人。當我哋基督徒係少數嘅話，係有錢嘅少數嘅話，其實好危險嘅。大家知唔知道？當我教會係好輝煌嘅時候，但係呢個國家嘅經濟好大問題嘅時候，好危險嘅，係啊。所以基督徒唔宜心存福音，你嘅虧欠要成為危機嘅。基督徒要小心。由二十四章開始，馬太地講咩？你離開耶穌就要被拆毀。即是说，当你的信仰一停止的时候，你的问题就开始来。第二，你不要学，你不爱学就要被你骗。真的，学识就骗你不到咯，你不要。所以基督徒从来不可以说我老了，没事挨闹了，不要那么哭了，没这样的。几时就不可以学？你死了，死了不用学了。所以我自己都憐憫我自己，我都有計劃退休，但我退休之後不是什麼都沒做，我都計劃學一些東西，活到老學到老，真理來的，聖經教導。基督徒沒有退休，基督徒退休就是你上了去就退休，一天就 睡在個黃土之下，你一天都要學。為什麼你要學？你不學就有被人騙，試探就來了，你不存就成为负担。弟兄姊妹，由24章讲到末世的时候，耶稣就提了三个观点，基督徒要小心。你离开耶稣咒诅了你，你不爱学就会被你骗，你不爱存，你所亏欠你所造漏的东西以后都成为你的负担，它就是让你產生問題的事。我們大家低頭，我們做個祈禱。親愛主耶穌基督，我們感謝讚美你，因為你今天再提醒我們這個末世末期一些很重要的事。原來做基督徒真的很蒙福，原來我們蒙福是因為我們跟耶穌連在一起，就好像約翰在葡萄樹的比喻上，枝子連在葡萄樹，我们就可以结果。但是如果我们枝子离开那个树，我们就要枯干，就要死。所以我们要紧紧的这个观念在我的内心里面，因为我们知道离开耶稣祝福就临到我们。而且我们蒙福的时候，我们要不断是要学习更深更识更多，因为这个世界不要等着我们停留，我们学得慢就要被人家追到，我们不爱学我们被人家骗到。主啊，施恩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断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让我们学习的心不要停止，我们渴慕神的一切的丰盛，我们渴慕更加似基督这样有智慧、聪明、公义、信实和慈爱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责任上，在你吩咐的大使命上，在我们亲密听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如果神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能力，我们可以帮的我们就帮，我们可以传的我们就传。因为如果神给机会我们，其实是怜悯我们，以后我们所做的一切要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正如你仆人回头一望的时候，正如当初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我做个传道人，但今天回头一望的时候，那些以前我处理的个案今天成为我的帮助，那些以前我学习的东西原来是帮助我的家庭更加的完整的，到今天我可以帮更多的人，原来是一个循环，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的。如果我们不愿意做，我们从来都学不懂，如果我们不愿意传，是没有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施恩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的过错，赦免我们的过犯，恩膏
怜悯我们，又重新有机会可以站立起来，我们重新立志在你面前做一个虔诚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。荣耀归你，因为你是先恩怜悯我们的神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，我们平安散会，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。